哇哦，今天我获得了30000块的宜得利折价券啊！我们马上去家具行采购吧。好啦，各位，我们来看一下我今天到底买了什么东西。好了，那先说一下，这个不是业配，好不好？那我们就先看一下，我们一共买了4个收纳盒，这个收纳盒超好用的。这个呢，可以让衣服呢排得很整齐，而且重点是它有盖子。那原本我已经买了4个了，那我现在再追加4个。然后我们的小托盘，它可以放这个杯子跟咖啡，而且它放在上面的时候呢，不会掉下来哦。我听着声音就知道了，它是有止滑功能的。有没有我们的伸缩的这个拖把？OK， 它可以擦拭这个木地板呢，也是可以擦拭我们的这个浴室的地板，它可以擦拭，还蛮不错的。重点是它可以伸缩，它可以伸到很长。再来是我们这个垃圾桶呢，是可以放5L 的，它容量算是中等，因为我们不要太大的话，我房子就会感觉很小。OK， 那再来它可以踩的就会打开了，超大浴巾，樱花二。那买给酱嫂的，因为它很适合啊，这个颜色很可爱啊，而且这个毛，仔细看这个毛，对，超吸水的。OK， 再来是我们的这个门后挂钩，它可以挂衣服啊，挂毛巾啊，那我觉得这个比较小巧精致的感觉。还有再来这个呢，我们可爱的厨房手套。它两个颜色，噠噠，可爱的大象擦手巾啊，欸，超可爱的哦。好，再来是我们黑色衣架，这是我那个衣橱里面的衣架，我全部都用黑色的，然后酱扫掉木纹色。衣服清洁滚轮用的，补充包2个，这个就不打开了。两个高脚杯，这个是马克杯，完整再拍照给大家看。Q 弹洗衣球，我觉得这真的蛮有效的，丢进去之后的衣服呢不会打结，这还不错，而且它是金鱼哦，没有啦，它蓝色跟白色的颜色，它可以捏，像这样捏起来。OK， 再来是我们这个3段式的架子，那这是我们要放在这个洗衣机旁边哦，可以丢衣服进去啊，可以放我们的洗衣精。然后它这边还有一些尺寸，哒哒，木质衣架，这个就买了2组。木质衣架，杀人凶器，菜刀没有啦，这是菜刀。哎，锅碗瓢盆啊，这个是原木汤匙。还有我们的小苏打菜瓜布。牛奶锅。14公分的牛奶锅。我跟酱嫂的方巾，擦脸用的。OK， 抹布，它有5种颜色。OK， 这是洗菜的，它可以倾倒，倒水出来的时候东西还在上面。我觉得这还蛮方便，它可以180度的回转。哦。回转，有没有看到？回转，回。OK， 然后买一个全新的28公分的炒锅。OK， 粗粗的，有没有粗粗的感觉？然后它可以，它算是还蛮轻量化的啦。的空气清净的，这个是芳香剂，
我们是打算放在厕所上面。洁净清香的，然后是扩香精油。好啦，再来就是我们最后一个东西，就是这个刷子啊，它有两个头，然后它有这个，它可以清洁我们这个洗水槽啊。那我是觉得这个还蛮需要的啦。OK 啦，先这样啦。